响，无数的心跳等你出场，放开了胆量，放松了想象，这一刻让我尽情张扬。技术专利品牌梦剧院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梦金源万纯，金纯情更浓。每一个周末九点钟，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有一个梦想的舞台，每个人拥有一百秒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来改变自己，来相信你的梦想，金光闪闪亮。嘉明、杨帆已经整装待发。当然，作为综艺频道最有文化底蕴的一位主持人，今天我也是诗兴大发，大家掌声热烈一点，我现场给大家赋诗一首，掌声鼓励。哦，这是第一次啊，三年的第一次啊。周日的夜晚真是好，欢迎收看一百秒，今晚观众也挺好，要是鼓掌就更好，谢谢各位，谢谢。希望您一切都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的，今天晚上又将会有九位选手来到我们的黄金舞台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祝他们成功。来，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蒋丽。欢迎蒋丽。嘉明哥好。你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蒋丽，来自湖北荆门。今天站在黄金一百秒的舞台，我是想用我的舞蹈来征服大家。因为我吧，我觉得我是一个无所不能舞的人。哇，你的口气好大哟。其实吧，我研究舞蹈很长时间了，然后呢，我总结了它一个规律。嗯哼。其实很多朋友啊，很多朋友他不跳舞可能是因为不自信，但是呢，我总结了这么一个规律，有一个公式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跟我一起跳舞起来。来来来来来，没有自信的朋友先认真听一下，有一个公式，听完之后大家都会跳舞了。对，来来来，请讲。然后呢，其实这个规律啊很简单，它的模式就是一一一二，有没有发现？一一一打二，一一一打二，一就是同样的动作做三拍，但是第四拍的时候就要有个变化。对，很多很多的舞蹈都可以套用这个节奏。嘉明哥和杨帆哥，您两位随便给一个出一个动作，我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之后也可以合音乐。就是我们俩各对各出一个动作，可以，我可以试试，现场我可以试试。我就来我那个最喜欢 Michael 的那个动作，好不好？好。很帅。好，你来一个。这样吧，那我就加他，这样我就加一个收的动作就行。好。对，这样的是吧？哎，好。可以，很棒。好，来。来，我们来同时摆个三二一。可以，可以。好，来，王梦龙云老师，我再合一遍。一打二，一这一一一打二，二二打三，是不是？大家是不是都会了？一打二啊！一打二。但是就从这几个小互动啊，就能够发现蒋丽她是一个善于总结规律的人。对，就是生活很无聊，自己找乐子呗。而且很有创意。对，准备好了吗，蒋丽？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一一一打二，一一一打二，一一一打二，很有活力啊。
黄金100秒计时开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李多纳。好的，加油加油加油。哦，多纳。Hello， 嘉宾哥好。这个好，虽然是主持人，但我自幼也是学习音乐。这个东西不用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应该叫钵。这个不是钵呀，长得像钵是吗？就是和菜是木鱼。笑一下。这位女施主，这到底是钵还是木鱼呢？啊，这位方丈啊，其实呢，其实我是来化缘的。这个是？这个学名叫钢舌鼓，它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乐器，2000年才制造出来的。哦。对，最年轻的乐器。叫什么？钢舌鼓。钢舌鼓，舌头的舌吗？对，钢舌鼓。2000年才发明的。对，2000年才发明。哦，这敲出来声音非常的好听。来，高静老师，在敲之前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啊，好，在化缘。大家好，我是李多纳，来自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我现在是一个歌手，今年25岁。好，现在可以开始化缘，可以开始表演了。可以开始化缘。来，我们先听听他的音色哈。是需要有一个桌子吗？对，需要个桌子。好，来啊。开始了。世界上最年轻的乐器，2000年才诞生，钢舌鼓。特别让我想到那个有点像那个西方教堂管风琴的感觉啊。对，有一点。它这个音阶你能告诉我们吗？中间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会了吗？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对于杨帆这样有天赋的孩子，你别把它敲破就行。太棒，太棒了！可以演奏一曲吗？开始。学得太快了，太简单了，有没有再难一点的那个？再难一点，有。还有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道具都不用的，就是空手，徒手的乐器，因为我这个正在练，叫手熏，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得鼓足了气啊，看看能不能吹响，不要掉链子。试一下，这个挺晚了，现在吹这个合适吗？是吗？
怎么吹出来的这个？但是很厉害，确实有那个熏的那。这样，对，然后把它密封起来，这个空间，哎呀，有点崇高。然后吹，吹这个关节，凸起来的关节。哇！你不经意发出了你本性的声音。我是狼是怎么的？所以你是一位歌手，但是你对这种新鲜的乐器啊，你很感兴趣。是对于你的表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我觉得从不同的乐器中呢，能可以找到唱歌的灵感吧。因为每个乐器发出声音不一样，然后它风格也不一样，然后有助于我在唱歌中就是培养一下感情。很有心啊！准备好了吗，多纳？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100秒计时开始。你收费的是什么？鸟儿开始云朵，我把自己唱着，你听到了没？风里漂浮的什么？花瓣开始露水，我把欢乐散布，你收到了吗？从天来传递爱，中国来拉颂，幸福随着美，梦想来旅游。从天来传递爱，中国来拉颂，希望不遥远。就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怎么了呢？当这样的项链戴在这样的衣服上，它会体现出来吗？我戴头上，戴头上，头上没有戴。唱得非常棒，加油加油，多纳。好，谢谢江明哥。而且他的这个音色真的有那个钢舌骨的那个音色在里面，没错，金属感是吧？技术加油，继续加油。好，谢谢，谢谢大家。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浩林组合。欢迎二位。杨明哥好。二位好。杨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河北吴桥杂技之乡的，我叫张硕。大家好，我叫赵春静，我们来自河北吴桥。你们这是杂技表演组合？对对，拿的这是鞭子。啊，对对对，我老公是我们当地的神鞭手，打鞭子打得可准了。准到什么程度呢？准到，那你们现场有那个玫瑰花吗？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是吧？给拿玫瑰花。来，这是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哈。这样，我先溜一下。溜一下哈。你知道吗？你表演了这几下，我佩服的不是你，而是两边的观众，一点都没有退让。这话说坚强，要不是无路可退，谁不退？都没地儿退了都。我以为第一声响，大家就往后退，一点动都没有。其实这个我不是干打，我是把眼睛蒙上啊，把眼睛要蒙上，还蒙上啊？对。
你真是，杨哥可以看一下，看不见了，不是托啊。嗯，好啊，没问题，我只是觉得你对你媳妇儿真狠。看一下，看不见还不赶快撤。来，我但是我对我们这位小伙子还非常有信心呢。他要测，他应该要测步吗？对，另外大家可以看他这个胳臂啊，这个线条，肌肉的线条，说明他确实是经常练这个神鞭。那是有力啊，那并不代表准呢、啊嗯、但他至少代表没蒙事，他肯定能拿得动。啊、这也许是他一个很特殊的测量方式。好，大概是五扎。嗯，这是伟大的爱情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天哪，妻子倒下了。哇，你别吓唬人家，好干脆啊。但你看他太太壮，一直到最后都是非常淡定啊。其实我也有点害怕，他在家打得挺准的，我怕他到这儿这么多人一激动再不准了。没错，我看看太太这脸上没落什么疤哈、啊、没打着，平时没抽过脸上。没有嗯，不过以前才练的时候就是，但是不是他丢，就是手拿着啊、哦，这妻子先拿手来练习，打到过手，不能直接用嘴叼。没错，这种事儿为什么让太太配合你？打我没事，你要打了别人那还干呢？为什么决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是纪念我们从搞对象到结婚吧，一共是10周年，10年了。嗯，直接给你拿项链。再听一听，刚才100秒就这表演一定能过关的。嗯嗯，今天我就想用我的肩膀托起我老婆，购取这个项链。嗯哼，不错，这个男人是有力量啊，而且是懂浪漫，非常棒。啊，不浪漫，一点都不浪漫。因为这10年了，他基本上没送过我礼物，然后这次他就想得个金项链送给我。10年什么都没送过。送了一个手机壳。送一个手机，我还挺高兴。还有一个那个什么鞋，买大了。所以今天希望老公能送一份最浪漫的礼物，就是金项链。太太已经做好准备了，今天什么也没带。对，好吧。这什么都没有就没带了。100秒之后我们在这等你们。行，好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走。100秒计时开始。像残留，像下在风起雨后，忽然来生。如果告诉我走下去，让心在贪婪中死去，
当花瓣离开花朵，安详。一颗小星星，十周年啊！我刚才夸你是一个懂浪漫的人，我把项链交给你，把话筒也交给你，你懂的。谢谢贾玲客。其实，我想今天呢，对我老婆说呢，就是我们十年了，从搞对象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她吧，特别会照顾人，不过她脾气。特别爆，但是吧，今天我就想在这说呢，说一句，老婆，你辛苦了。这十年都没给太太送过花吧？这本来是给你抽用的啊，光打了，我给你省下了一朵。谢谢杨哥。然后这个时候，太太拿着玫瑰花，你把这个项链给太太戴上。真好。现在你要再说他不懂浪漫，我都会生气。老公，老公吓得直哆嗦。老公辛苦了，我就想让老公每天都是平平安安的，因为演杂技的时候多半都会受伤，我希望我的老公永远不要受伤。你老公是拿鞭子的，他怎么受伤？我希望太太你永远不要受伤。没事，他也就能打我，他打别人我还不干呢。千万不要打到，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闹腾兄弟。杨帆，你的亲兄弟来了，失散多年，你们确实好像是在我儿时记忆当中出现的几位兄弟啊。首先欢迎各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闹腾兄弟。大家好，我叫陈飞，来自山西运城追梦街舞。大家好，我叫任彪，来自山西临汾。大家好，我叫金雪林，我来自山西运城。超人，相扑，钢铁侠、哦、你还能认出这是相扑？他下边这裤衩我认识。这个三位能不能做一个每一个角色最经典的动作，让我们熟悉一下？没问题，好好行。我们先从钢铁侠开始吧。钢铁侠摘了帽子什么样？我们还真是不太熟。颜值。哦，哦哟，有感觉、哦。哇！哇！掌声鼓励。有感觉，有感觉。什么感觉？就是钢铁侠缺油了，有点锈死了。相扑兄弟，好有喜感呐！大姑娘美的那个大，来，让我们再欢迎 Superman 超人，把裤衩穿在外面的超人。Superman 会飞，今天我就会飞，老师。哦，好好。飞得还挺客气，我去。好吧，好吧，我们这地面也挺黑，拍出来估计也像飞啊。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我们平常喜欢跳一些搞笑的舞蹈。
对啊，然后呢，今天就有一个才艺，一会儿会带给大家。对对对，是。其实仔细看三位，好像还有点眼熟，好像在网络上现在有三位的视频，对不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微博上面，有传我们的那个。视频就是还比较火吧，算是点击量加起来应该有上千万。哇哇，是厉害厉害。那我们有眼福了，那一千万都是在网上看的，但我们今天可以现场感受，对吧？对，没问题，没有问题。准备好了吧？闹腾组合，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用你们的方式上舞台吧。100秒计时开始。它是一种喜剧滑稽式的舞蹈，没错，啊，有点意思。在一个不同的一天，我闯着不同的街，在不同的楼，逛着不同的街，跑出不同的耳机，调节不同的感觉。真棒，祝贺祝贺。来来来，我们得仔细看一下啊，因为在台上他们跳舞的时候那舞台呈现很棒。这啊，这是这个塑料的面罩，李战戴的这个是配套的一个，算是像上铺的那种发型，浴帽发髻啊。来，虽然是一个滑稽的舞蹈表演，能看出来三位其实是舞蹈功底是非常棒的。没错，能不能脱去这样一个不太好看的外套，让我们看看你们的身材，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们的舞蹈庐山真面目。我们来看一看啊，来，我们可以在旁边换一下服装。来，掌声欢迎三位，崇拜是欢迎三位。哇，大家久等了，帅气小伙啊！这脱下来之后，哎，我还真穿上了。其实呢，我们三个人都是机械舞的舞者，刚才呢，因为服装的限制，没有办法给大家完全的展示。现在呢，我们有个小的请求，能把我们这个机械舞的这个环节再次送给大家。好，来，开始吧。他们三个跳舞也燃起了当时嘉明哥和我们俩拍那个舞蹈宣传片的时候那个场景。就是这样，我觉得别的舞蹈动作咱们俩都学不会，就最开始那个 popping 好吧， popping 前面的那最开始那几个嘚瑟的那几个我们还是可以学会。对，就是最开始那个动作好不好？好，我们去模仿一个机器人的感觉。好，首先是右手 one two， 对，然后就很硬的感觉卡一下，
3 4，然后弯腰 5，再起来 7 8，我们起来。Sweet like iced tea, mixed with lemonade, but you ain't stupid or silly, even struggling to get away. Always smelling good like fruits or flowers, cause you sit in the water, refuse to take showers. Fun like the county fair, the man go round. 怎么着都有点点老年某个病症的前兆。啊，对对对。不过我真要夸夸你们啊，我恰好觉得你们把刚才的表演服脱掉以后，我觉得你们像超人，就你们刚才这段舞蹈感觉他们身体有巨大的电流，听明白什么意思吗？夸我呢，就是100秒演的不咋地。谢谢谢谢闹腾组合，真棒。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传奇组合。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们是传奇组合。欢迎二位，介绍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组合，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夫妻关系，现在从事的是婚庆行业，就是表演，婚庆表演。嗯，是司仪的性质，主持还是表演？还是演员啊，演员啊，演出的啊，表演一些杂技啊，一些杂技，杂技。但是我们我是专业，但是我老婆她不是专业的。但我说实话，我参加婚礼还真没有看见过还有杂技表演的。有，所以演出的机会很多吗？会在江苏盐城那边特别多。然后他们的需求量也多，有那个歌曲、舞蹈、杂技。还有魔术，什么都要。这是一台小晚会了。但是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我们在江苏那边能够更好，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然后在那个我们来之前呢，还准备了一些祝福词送给全国的新人们，新郎新娘。也送给很多的祝福词想送给他们。来，也送给现场的朋友们。但这个祝福词呢，不是那个。是用肢体来展示的。不是说那个吉祥话。对，是用肢体展示的一些祝福词。首先为新郎新娘准备的第一个祝福词是白头偕老。偕老，好。这在婚礼上也是特别有气氛，也是很吉祥的啊。白头偕老用肢体语言来展示。掌声！太棒了！除了没看懂，跟白头偕老有什么关系？其他都挺好。两个头是碰在一起的。你猜我理解成什么了？我站在丈夫的角度，你刚才刚起步那一下，我感觉像是永不翻身。理解的太狭隘了。但是，那个永不翻身不太好听。头靠头，白头偕老，还有吗？第二个词是天长地久，永结同心。天长地久，永结同心。好。来，我帮你拿一天长地久，永结同心，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我们看看是怎么表达。天长地久。明白了吗？腿很长。天，有天有地啊，他这个女孩手是在扶在地上。哇，永结同心。天长地久，大概看出来，永结同心是。永结同心。永结同心连着的。怎么又没猜出来呀？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呢，因为我们在盐城地区有演出，但是很多人还不怎么认识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组合，然后我们想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的人
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然后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演出。好的，非常好，谢谢俩齐心协力。对，好，准备好了吗？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掌声有吗？现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王洪阳。你好，欢迎欢迎洪阳。你好，你好，哇。Hello， 现场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叫王洪阳，来自于云南大理，我是一名流浪者。哇，我这你要不介绍你来自大理，我会说你的中文讲得真好。有人会把你误解为混血啊。对，我有稍微有一点点俄罗斯的血统。哦，有一点啊、哦、俄罗斯的血统啊。等等，你刚才介绍你是在扮演流浪者，还是你就是流浪者？我是一名真的流浪者。我们没有见过这么快乐的流浪者。是，那生活条件应该还可以呀、啊。对，还不错，因为我一直都在做自己的小事业，就是摆摊儿。你也会发明？对，我也会发明。你发明的这是铜环，所有的铜环都是我手工自己制作的，自己的想象力来发挥创作的。而且杨帆，你看，就拿这一个花环来，你看很有创意的，很漂亮。对，它编成了一个像王冠一样的。对，这个是小皇冠。这是真花假花？这是我们家爆款、这个是假的。对，假的比较实用，因为保存时间会很久。我今天现场带了这么多头环，也特别想送给我们现场的美女们。哪边的朋友欢呼声掌声更多一些？这边吗？好的，那我就往这里走。来，这位阿姨，这款头环呢特别的送给您，它是小清新的系列，所以我觉得你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气质，特别送给你，我感觉跟您今天的气质特别搭。看见了吗？这就是学播音主持的底子。来，我们这边的阿姨，你也要吗？来，戴上头环。好的，感谢阿姨们的支持，谢谢，希望你们永远都美美的。谢谢洪阳，谢谢。哇、好看，真漂亮。好的，谢谢。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洪阳也是在响应我们现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啊，因为他这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自己的在创业的过程。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其实今天就已经完成了。我5岁时候的梦想就是站到一个很大的舞台上给很多的人唱歌，然后今天我做到了，25岁的时候完成我5岁的梦想。那我听着好难过，那你的人生从此没有梦想？
不会啊，以后我还有20岁的梦想，30岁的梦想，我都用10年、20年来完成。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最大的梦想，希望父母还有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希望他们永远都快乐。真好，对，谢谢洪阳，你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浪漫而且勇敢的正能量。谢谢，谢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王洪阳，请准备黄金100秒计时开始。所有朋友的支持，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们。怎么样，圆梦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心情？特别的好，我觉得我家人一定非常开心，还有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在那边 Hello， 谢谢你们，继续努力，会更加优秀的。谢谢，谢谢主持人，感谢，谢谢洪阳，来休息一下。谢谢，谢谢，拜拜。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向玉富。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向玉富，来自江西。不用问了，这也是我们超人标的黄金选手啊，鞋带都不系，多狂。来自我介绍一下，来自江西，您的具体的职业？我现在不用工作。不用工作？对。哇，这个语气。还有这种工作？不用工作？不用工作，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杨帆的梦想。我是用自己的发明，建立了工厂，然后这工厂会自行运转，那我就不用工作了。这不是开玩笑，你有自己的发明？对，我有很多发明，将近20项，但我今天带来3项。来，请上向先生的20多项发明中间的3项，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向先生，这个3样物品呢已经带上来了。在介绍每一样物品之前，我先问第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发明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参加我们的黄金100秒？哎，这个事情啊，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人生伴侣的。咱大哥，咱聊天不能东一句西一句。然后前几，你听我说完了。前几年呢，我参加过相亲节目，然后呢失败了。我就想，我失败的原因就是我没有亮点。如果我搞出一些伟大的发明，可能就不同了，是吧？我当时参加相亲节目没有成功，对，你自我总结，在众多男嘉宾当中，您没有特点，所以您把发明创造作为您今后人生亮点之一。所以设计了这些东西。对，来来来，赶快
啊，第一个怎么哄女孩子开心？这样东西英文名叫做 butterfly， butterfly， 中文名就是蝶恋花风车。啊，蝶恋花风车。那女孩子拿了这个以后，她有一种浪漫的情怀。你确定？演示一下好吧？好。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上上水，风中花香能让你沉醉。这个歌我就不评价了、啊。这个是不是有点浪漫情怀？是你的歌我不评价，但是我觉得他在转起来的时候，佳明哥，你看他这个前面小蝴蝶，还真的在动啊。其实不都不对。你应该，他说的是送给女孩的，要看女孩玩起来那个感觉。啊，好好好吧，这个我不知道算成功还是算失败。那我们看这几个好不好？好的。第二个是什么？这个看起来挺复杂。这是四秒洗碗机，它洗一个碗盘只要四秒钟。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好的。哎，作为这个家庭主妇，肯定一定会问非常关键的问题：你这四秒洗碗机费电吗？非常省电，而且省水。好好，你要知道，如果推广这个，一年能为中国省多少水？能省多少？不知道，你算一下。你们俩的对话好有趣啊！我们把这个放到上面，然后大家一起数：一、二、三、四，哇，干干净净。啊，这个真棒啊。再把里面和外面都很脏的盘子啊放在上面，只要四秒。来，这回大家一起啊，一起数，这回从四往一数：一、四、二、三、二、四、一。里面外面都干干净净了啊！哇哦！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们俩可以，真是很干净啊！这是我手上的油，还查了，这是我手上的油，哎，哦、真的很干净。哇，向先生，您是天才。哎，或者说第一个，我们看这个蝶恋花这个风车、就是，我们还觉得有点搞笑。从这个到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跨越？超越了地球人的想象力。最后我再追问一个问题，为了让你在这个舞台上形象是完美的，你除了你的才华，也说说如果姑娘选择了你之后，你婚后会怎么对人家，你对爱情的态度。我有九个优点。九个优点？那就像发明那样就说仨行吗？他应该还挺快。不行，我得说完。不抽烟，不赌博，不酗酒，会发明，会跳舞，有房有车有工厂，脾气很好，会对老婆好。九个真好。但是单先生，因为我也是70后啊，你九个一说完，我就发现你一个缺点了。什么缺点？不低调。所以接下来请您公布您的 QQ 号。真的吗？可以让我在屏幕上。你想说吗？28452623，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加油！这是你自己主动要说的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与本节目无关。我已经准备好了，谢谢谢谢。好的，哎，但是第五项我听说会跳舞，对，很有哲理。这段舞也是我闭关2年修炼出来的。这2年你还练了舞蹈？你到底是发明去了还是跳舞去了？来，准备好了吗，向先生？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我这块埋在土里的金子真的会发光的，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你正在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黄金100秒计时开始。10, 9, 8, 7, 6, 5, 4, 3, 2, 1.
它有小情节啊，这是柔字舞在里面。看中了你多项发明，齐天大圣现在需要洗碗机。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王鹏。欢迎王鹏。杨帆哥好，佳明哥好，欢迎。今天我们的选手登台都会让我们猜，您这是什么乐器？这还用问吗？长笛呀、啊。两根儿，这个不是长笛，这是台球杆，对不对？这个是钓鱼杆，我要现场送给两位亲爱的主持人。啊，谢谢。是我们威海的。哎，好，谢谢谢谢。为什么送我们钓鱼杆？这个首先我们表示感谢。您是？我是王鹏，我来自山东威海啊。我今年34岁，然后呢，我家里也是开渔具店的。啊，怪不得。你知道我们有点被你的服装给误导了。钓鱼其实还挺好。这是鱼竿吗？它这个要打开。小时候不都是？哦，哎呦，啊。对。小心有鱼钩，不要漏到啊。他可不是玩鞭子的人啊，钓一个美人鱼上来啊。啊，而且很轻哎。这个鱼竿呀、啊，有竹子的啊，有玻璃钢的，有玻璃钢材质的，还有这个纯碳的，还有高碳的。其实呢，大家选择钓鱼竿的时候啊，最好还是选择这个高碳的，高碳材质它非常的轻盈，啊，然后韧性强。啊哈，这个鱼线是不是也有讲究？对，鱼线呢，也是要选择那种非常坚韧的鱼线。啊，鱼线的材质，要不然会容易被鱼拖跑啊。啊，我们可以现场通过一个什么小测验吗？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可以，可以，我们可以钓一瓶矿泉水来试一试。好，来，请上道具。啊。哇，你这个好啊。为什么？你这杆感觉比我那轻。他这个是不是得贵50？这盘更轻一点。他这话里有话，刚才说的这杆都是200，我贵50。哎，我就随口一说200，你怎么记那么清楚？我都忘了。别动，哎，哟呵，我松手了。加油，加油，加油！注意到方向啊，这个一节、二节、三节、四节的这个受力点啊，是成一个弧形的、啊，快，成一个弧形的。啊，这个高碳的材质，它是非常的轻盈的一个展示。啊，这个鱼竿质量确实辛苦了，杨帆哥，辛苦你了。王鹏今天确实介绍了家里的这个特产，但是这个着装一直是让我们觉得你平时另外的爱好是其他的爱好是？我特别喜欢唱歌，一直梦想着能够有一天，
能够来到属于我们老百姓真正的舞台上。曾经无数次的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和杨帆哥和佳明哥呢，什么时候如果我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有多么幸福。他说着说着会把自己感动了，我们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今天谁陪你一起来的？是我一位非常好的一位阿姨，因为我家里人实在特别的忙。也就是说你来参加节目，你那个小店儿，家里人要帮你照看，先生照顾着。是是是，对。从威海出发来北京之前，老公送上什么样的祝福？他说你就加油就行了，家里有我们呢，什么都放心。所以来到中央台了，要不要跟老公报个平安？亲爱的老公，谢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家庭付出的努力，谢谢你。辛苦了。准备好了吗，王鹏？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嗓音不错。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这嗓音，我听你唱歌，我就想浮，就有一个画面浮现在眼前，可能你是每一天都是面朝大海在练你的歌声，所以才有这样的气势。这就叫真正的高手在民间。没错，我们的舞台真正的欢迎像你们这样的选手来挑战，所以祝贺你，谢谢祝贺你，小小的礼物送给你，加油，王鹏。谢谢，谢谢哥。来休息一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吴玲。欢迎吴玲。你好吴玲。你好，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玲，我来自浙江桐乡，我是一位阳光快乐的单亲妈妈，我现在和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这个自我介绍透出的信息量很大呀。没错，你捋清了吗？他第一个关键词是单亲妈妈。单亲妈妈，对，和孩子一起生活，而且还有两个人，公公婆婆。公公婆婆，对，这好像是有点前后矛盾啊。是的，是这样的，我是2003年然后结婚的，2010年离婚了，然后在这个离婚以后呢，我就跟我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在一起生活，因为这段婚姻结束了以后呢，对我自己打击其实也有点挺大的。他在哪里？我前夫。他就是因为我们在离婚之前嘛，他喜欢打牌，然后他不太就是他喜欢打牌，然后输了很多的钱，
然后呢公公婆婆就拿出来一部分积蓄给他还了，离婚之后也还了一部分，但是还不够，但是是有些不够，他跑了，他就负债，对，他就选择了一个，他可能我个人认为他是不是觉得因为欠了那么多钱，然后爸爸妈妈帮着把钱给还了，他觉得很没面子，他选择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方式，选择了逃避，我觉得这个不好。你们有多久没见了？啊，很久了，很久很久了。他就在离婚有六年了，好像六年就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他，见过了几次，见过了两三次吧，有对。他在地球上就消失了。我不知道。然后他把他的亲爹亲妈交给了他的前妻来照顾。因为我觉得吧，我跟他离婚了，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然后呢，我觉得那公公婆婆跟我的关系特别好，他们待我像自己待亲姑娘一样。我觉得，如果我可以选择把孩子带回我们东北老家，因为我是东北人，我如果把孩子带回去了，那我的公公婆婆怎么办？因为我公公婆婆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失去了这个精神支柱。对，失去了精神支柱，这个家整个就散了。所以我就选择了留在他们的身边，跟他们一起生活。淡淡的讲述，但是会让人听得酸酸的。还有，我想对我的公公婆婆说，还有我的爸爸妈妈，祝愿他们都能够身体健康。我可能就是愧对于我的爸爸妈妈，不能在身旁来照顾他们，而留在孩子和公公婆婆身边，我很愧疚。但是我也想对我孩子的爸爸说，最近我有听婆婆嘴里说你有在改变，在努力的找工作，然后呢有打电话回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加油，给儿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特别好，继续自信的向前走。好，准备好了吗？吴玲，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听你的安排，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眼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眼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去。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开，静静的等待是否能听你的安排。挑战成功，我们希望此时此刻它不仅仅是一根项链，更是一枚奖牌，肯定你过去现在将来的坚强和自信。谢谢，继续向前走，吴玲加油。谢谢，我们送上祝福的掌声。谢谢大家，加油。
梦晶圆万醇，精纯情更浓。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无汗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晶圆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第一环节全部结束，根据我们的规则，第一环节观众支持率前三名的选手将会再战一百秒，他们分别是第三名闹腾兄弟，第二名王鹏，第一名浩林组合。祝贺以上三组选手进入了今晚的再战一百秒，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其他选手在今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希望再战一百秒的三组选手换装准备，期待你们更精彩的表现。首先有请浩林组合进入再战一百秒。好，请准备，一百秒计时开始。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承受，只因我曾许下承诺，你我之间熟悉的感觉，爱就要苏醒，回到每。是我心中回忆美丽的身后。掌声送给奥林组合，谢谢，谢谢。接下来有请王鹏进入再战一百秒，一百秒计时开始。休息一下，接下来有请闹腾组合进入再战一百秒，一百秒计时开始。闹腾组合
个份。我是这个村里独生独走的人，你们痛惜不再待，有心有碎有苏难，你的性情听可无那声音的更划痕。人在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回想起那是特别的感，问又问又是有心追啊，无令你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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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吻恨你的饮。我是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人，你们总是不再待，有生有衰有疏远，你的性情天可无那声音更划痕。人在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回想起那是特别的感，朋友问我是有心吹啊，我令你忍是忍是因此我吻恨你的人。掌声送给闹腾组合，谢谢。再次请出前两组选手。在今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请上这枚由无汉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聚源黄金提供的奖牌，梦聚源万醇，金醇情更浓。现场的观众请拿起手中的投票器，我们将进行今晚最后一轮支持票的投票。编号一号浩林组合，二号王鹏，三号闹腾组合，谁是您心中今晚最出色的黄金选手？请投票。本节目由无焊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聚源独家冠名播出，梦聚源黄金精纯情更浓。投票结束，投票结果已经产生，今晚本场的黄金选手就是一号浩林组合，祝贺浩林组合。祝贺祝贺，使出所有的力气，再次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黄金一百秒。